后面有 VJ 吗？有。有，刚刚有看到 MV 吗？有。这个是我们跟一位导演叫做兔子兔合作的，那他本身也是一个关注动物的一个小女生这样子，然后就是他自己就是手工做的玩偶跟剪纸，然后自己的一个剧情这样子。那其实我的地盘就是在讲在这个世界里面到底是人类地盘还是动物的地盘，还是是我们一起共享的地盘呢？你会发现因为空间不足，所以人跟动物之间，不管是人跟人，人跟动物，动物跟动物之间，我们都在争夺地盘，是吧？但我觉得我们终究会有一个平衡点，是找出那个平衡点，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共存的。或许有点难，可是只要我们努力的话，我想这是我们在传递的一个讯息。对，所以我的地盘的我，其实就是大家的地盘，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是一首新歌，会收录在我们的新EP里面。那这首歌叫做《松村先生》。